后笋，细说台湾。一阵思念，然后吹来吹来悲伤，为你增加水水。上团吉姆血有运用万物的灵气，而且只有查某人种地者，才有法度吸收地气和吉姆血发挥作用。因为灵气甲母爱，未婚巴肚地囡仔才有法度暂时活命。一九神皇开运，可以将囡仔生下来。神皇就赐予金龙，叫伊完成三个任务。未婚偷偷找青梅点卖油田来斗三工，也为着温暖新婚，伊就施展法术。除了油田以外，其他人眼中所看到未婚拢是查甫的。所以希巴营在五位讲，幼天是一个卡身呢。是嘞，阿彩，不要紧嘛。不要紧啦。啊，对了，幼天，来，这个玉佩给你，就当作是我给你买猪肉的钱。哦。哎，阿兰，火烧猪头皮，明星啊明星啊，啊，这个玉佩敢是我送你的？哎呦，你还不好意思啦，你给我送的玉佩，你来给我买猪啦。是讲哦，我会记这块玉佩哦，有两块咧。啊，那安尼哦，照你逐工给我揢猪肉算起来吼，啊，另外一块哦，要不就等下我身躯边啊咧吼。幼天，这个玉佩那是完结的时阵，我就是咱应该分开的时阵啊。啊，是啊，那两块玉佩完结的时阵，咱才分开啊。无啦，无啥啦。哦，阿凯伊就知影。哦。哎呦，哪会阁来啊啦？啊，拄仔是中邪，还是安怎啊？哪会阁走来甲这个庙一村查甫人安尼偷来暗去？哎，袂用，为着客母，阁往大边来，我死肉用管定。喂，你是做啥哈？我袂来，安尼先看到我了啊！哎哎，啊，你别刚刚安尼对啊，阿英啊。啊！你打唔收？你走来遮创啥啦？为着你卖有这人，我一定爱伫遮。阿英啊，你头壳歹哦！你是乌白讲啥？我看哦，你真是甲天公借胆，你连我代志都敢管。大儿，我知你今摆哦，已经人无爽快，才会过心头。老师，阿哥无要紧，我是阿英，就算未心未悔，我卖装得起，甲大你的白看好。啊！你唔知破阿伯，你死后袂讲啥啦？我无袂讲啦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离阮大家较远个啊，莫甲伊讲个电啊，慢慢对伊吼下什么爱情的下顺，啊若无我是袂帮你算啦。我无。阿英啊，你唔走是唔？喂，好，爱靠咱行。呸！呸！呸！撞啥？阿英，你起笑啦？对，我听讲吼，撞啥人要找一个在世的，啊对迄个下湖的人吼，配出来，迄法术地解毒呢。我就是迄个在世的，啊呸！哇！哎哎哎，阿哥，是嘞，我来用你起笑吼，啊，伊控制袂掉，我先传台吼，是嘞。啊，对，我还袂配完啦。啊！我先来走。看来我得要小心这个鱼霸了。就一样在哭。
人家叫一出来。你哦，我今仔就先来见过啦。你也介用啊，若是佫敢反对，敢佫反叮当哦，你才发气讲来。大，我真想话咧，啊，想话实在袂歹啦，啊，你想话？我，啊，你进来啊。啊，阮遮是安怎样啊？伫咧外口听咧大细声嘿嘿叫是甚物代志啦？哈？啊，无啦，伊写这种啊，当然啦，当然嘛是你的粉丝啊。我跟你讲哦，阿母已经哦，刚刚写约好势啊，明仔载哦，就要提你的八字，啊，甲秀花小姐的八字，两个去好啊。阿你哦，嘛爱来，知影无？阿母啊，我顶下不是还讲过啊，我无可能去杭州。当然啦嘞。你都唔知影，今仔日黄阿少专工来找阿母，甲阿母讲哦，恁两个结婚了后，头一个囡仔啊，姓伊的是，安尼就行啊。恁要去杭州，靠阿母听这消息了，欢喜到半暝半，今天你甲答应来啊。哟，大，恭喜你！只要大，甲秀华小姐成亲，就袂去嫁迄个面有一撮查甫人乌白来啊。头啊，恭喜！你哪敢有小姐？你家己要嫁出来哦。我是足阿的啦，啊，不过吼，人嫁的人是你，唔是我。你拢在心内咧诋毁。诋毁。阿母啊，我着老实来讲啊，其实我心内哦，已经有嫁的人啊。啥？你有嫁的人？啊，安尼好啊，真好啊，还是讲吼，是倒一家的小姐？哎，倒是有办法是好呀啦，啊！哎呦，阿母啊，你目睭内是毋是拢干钱呀，拢无别项啊？哎！你即摆在讲是啥物意思啊？哈！哎，啊你还讲到恁母啊，我目睭内都干呐，看你看比钱较重哈！你还是讲是对啊，唔对啊？哎，退不过不坐，坐啦坐啦，先莫生气，咱来慢慢想听吼，慢想听哦。对哦，我会甲我家己人传来互你看啦。大个袂用个啦，你若是传转来哦，客户人惊死就生气啦。唔该，不，婷啊，你哪能先讲哈？啊，想到讲，阮秀天哦，一家个查囡仔，啊，若传转来我看，我若看到了后，会惊到死死有生气。阿母啊，你莫听阿英了，袂讲啦。听了你带死转，阿母，飞弟哦，我明仔哦，一定带我家人转互你看啦。阿哥你啊，你也改哦，若是敢安尼哦，别讲哦，我就无甲你当作是我兄弟啊啦。你听我讲啦。你要倒去倒，你甲我讲，你头拄只所讲遐话，无甲一字我听有，我听甲无啥啥。你即马有哪甲我讲，甲我讲清楚。是的，客户，这是查甫人之间的义气，我袂当出龙台。哎呀，飞燕，我就是袂当讲的。死老婆，你甲我电话，你话甲我讲清楚。哎呦，大姐创啥？一透早就无看的人。伊袂真正甲迄个查甫人带来吧？你呀，到时阵给我拿一分去，我是要安怎啊？这两个八字哦，真的啊，非常的适配。后日是良辰吉日啊，咱第一天成亲哦，就用幸福美满，久久长长啊。好啊，甲我想啊，同款啊。无，那黄阿霞，啊，你那才紧就答应啦。对啊，回去咯。秀啊啦，爱着阮某百年来相亲啊。既然爱相亲，当然是愈紧愈好咯。孟秀仪啊，阿玲姐哪未来啦？哦，对哦，秀天那个哪未来？无要紧啦，无，咱先去外头拜拜，
祈求这段婚姻哦，会用更加幸福美满。老是甲客户讲，有天哦，伊是毋是真是有介意的人啊？你莫阁逼我，我袂用讲啦。这是死囡仔，我咧讲哦，你今仔日若无老老实实甲我讲，我绝对是袂放你手的。记得啦，客户就去啦。哎呦，有天哪，你到底是要吵架啦？我爱甲的。我今日哦，真正有一件真重要代志要拜托你啦。是什么代志啦？哎，家家讲哈。我来，我去叫阿汤去玩啦。英豪，我来，我来，你要干嘛？叫阿汤去玩。那这样喜欢谁玩玩？我干嘛听不？我大哥拢会买兰花给你，你就莫伤心啊啦，哦。奈参照我梦内底水庙遐想，命运的创治，和英豪甲美魂这对翁某相拄着，美魂的身份，敢因此叫幽天发现呢？你奈参照我梦内底水庙遐想。好佳哉，是淡薄车厢尔，不要紧啦吼。对啦，啊，恁来家一人在家，你厝内底人呢？我是出来找我的水某，啊，不过阿爸、甲妹妹拢袂甲我斗相共，所以我才会家己逃走出来。外口遮尔大，你是要去倒位找啦？我嘛唔知啊。我惊哦，我的水某连我无听话，才无爱吵我，讨厌我。假使伊肯转来，我一定会比之前更加听话，更加乖。我逐天拢会买伊上喜欢的兰花给伊，袂让伊讨厌我。爱哭呀？啊，你哪里哭啊？无啦，可能是我手机目睭内底。哦。我相信你的水某一定会讨厌你，我嘛相信伊即马上烦恼的人不是你啊，所以你好好照顾你家己，千万唔通让伊烦恼，知影无？咁真是的，伊敢会真实的袂讨厌我？伊哪有可能会讨厌你？在这世间，一生烦恼的人。阿腾，哎，江阿腾，江阿腾，你等我。江阿腾，江阿腾，啊，你俩叫英豪，你怀疑啊？哦，你听唔对啦，我哪有可能怀疑啦？哦。啊，尤天啊，你唔是讲你有一件代志要请我斗相共？啊对哦，你无看我煞袂记起来，哎，行行去，啊，是过去看啥？行。哦。哎呀。跟我一点，人家传。哎，谁啦？哎呀，你去啥人啊？阿英啊，无啦，什么事呀？哎，乖呀，你今仔传来哦。哎呀，你又搁来啊？你这搁袂存车呢？我看哦，你是要跟我斗位听啦？我阿母来啦。来对啊。来去。你要干嘛？我这样，慢走。母亲啊！哎，放下他！我要把他给抓呀！你个白痴呢！快开！刘天啊！刘天！哦哦哦！遇到有道行的人，爱尽量闪避，因为伊能发觉到你身躯顶的阴气。算了算了。
受毒刑的人，明的，再来下去，我一定起来抓去。我先来走。总算给我抓到。我叫你帮我算，我真正要害人啊！不可能！看你要走倒去，今仔日我同你魂飞魄散！太凶了，我激激怒你！靠，别走！刘天哪，刘天哪！靠派生啊！你头先也讲迄个魔神啊，还是走去倒？哈？迄个魔神啊，留一个恶魔走去。靠派生。就凭一块黑布，你要安怎相信讲有魔神啊？你若不相信，我会当试给你看。你在做啥？我用乌胶灰，把你身躯阴气逼出来。想袂到，你身躯阴气比我想较严重。你若不赶紧处理，就像是神仙下凡，嘛无再得救。你有啥物办法才救尤腾？是啦，郭半仙，我唔管你用啥物办法，只要当救我后生哦，看要用偌济钱，做你讲唔要紧，我一定应付你的。但是到这啦，只要想找到魔神啊，该拍个魂飞魄散。我不准你对阿卡动手，啊那无，我就会好看。断嘛你啦，我大概不是为你好啊。尤腾啊，你若是唔相信，我即马就去把我的兵找来，证明是人唔是鬼。尤腾，尤腾。没有个幽天去接近的魔神啊！万一那什么死角差，幽天就危险嘛。仙娘，你有什么法度把那魔神蛋吹出来？啊！我知伊个魔神在倒位啊！我甩去。仙娘，先把幽天带到就关起来，莫阿早走出来。我先做下准备，明仔日做回来，咱吹个魔神啊，收拾带上，一概我一定要伊魂飞魄散。但这些是五斤旱鸡草八十一两啊！任务还未完成呢，就去拄到半仙要甲收啊！迷魂敢闪袂离？好刚才，我拄只有使用一下我隐形术，我才会当顺利躲过一劫。阿那不，我真正会魂飞魄散。我今麦外星想要是鬼党，必须要靠我了根，才当保外外星。现在开出来了，而且彻底死死。不过，人赶快甲拔起，嘴巴塞起来。啊，若无，明仔一出声，咱所做一切拢去了了。阿姨，你敢？你也是敢安怎？我敢就无爱做这些兄弟啊！哎呀，我来。
来啦。阿母，我行嘛，挨做就对我啦。柯先生，那是一切都拜托你哦。放心，我就为了魔神啊，魂飞魄散。这个声，这首歌。英豪，英豪，你就是迄天的迄个哥哥。是啊，啊，你哪会搁在这？啊，要回去哦？无啊，因为哦，我找到我的水母呢。你的水母？是啊，伊就住伫头前迄间厝。迄边只有一间厝，是我住的。英豪无可能知我住伫倒啊。你讲你的水母住伫迄遐，然后呢，你敢有看过伊？无呢。啊，不过我头拄好入去看，内底有放伊上喜欢的兰花啦，就表示一定伫遐啊。原来只是看到我放伊桌顶的兰花啊。哎，英豪，你创啥？你把衫穿起来啦，你安尼感冒呢？我来啦，我给你穿起来。我来。英豪，你往左走。你往左走。我来啦，我被笑胖胖啦。阿丽，我的水母，这会跟我做乖啦。哎呦，英豪，阿丽本来做乖啊，好乖。你有就乖，你有就乖啦。白头鬃，西洋牙公不要英豪的智慧。人讲白头鬃就是代表智慧，敢讲讲的就是这個。我的水母是这世界上上水上水的人的呀。阿公阿公，就怕就怕哦！哎呦，我足痛呀！但是有脚行无路，有手寸无步啊！到底什么才是英豪的智慧呢？美魂敢要放弃报仇，嘛要保掉胎儿，这条路伊敢有法度顺利行到底？明仔载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新观中三主。Yeah, girl.